四幺的一个阵型，今天呢更多还是立足于防守。这场比赛呢，蒋胜龙作为我们的核心中卫，这场比赛他是因为吃了红牌停赛，所以今天下半场有可能就是咱们的这个主场优势慢慢消耗差不多的时候，他上两个纯主力再跟咱们去拼。哎呦，这个球啊怎么能这么传呢？危险啊！还好对方最后这下射门没有打好，刚才我们出现一个极其低压迫的压力很大，我们后边出球，哎呦，又是一次。刘洋这边要提高警惕了，连续两次需要减少这种横向。我们球现在这会儿有点不好上去，你看对方这个强大的压力又断了，打到右路，这是他的二超安在俊，对方的传中危险啊！这个球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这球蹭正了的话，还真是挺有威胁的。他的十号曹永旭效力于金泉上午，这个思路不对，是应该想办法掐他的传球，你不要让他的中后场球员在后场有很大的空间去起脚。刚刚开场，你推得太深的时候，可能他的中后卫会持球向上推进。哎呦，非常快啊！这下还好。对方要一对一，去加防，王振浩这球下脚有点冒，对方的传中还好，三中卫的优势，但又来一脚，没问题。这边没打上力量，这一侧这一侧的后腰包括边前卫加防的损，这个折射呀折得比较正，如果折偏的话，樊佳琪未必能接。哎，这下对方有犯规，没问题，裁判员吹了。就在我们效力于上海海港，但是阿布拉罕现在也是同样没什么联赛当中出场的机会。好球，这球朱晨杰捅得不错，别扑啊，好球，又断下来了。刘洋又犯规了，这个位置给对方，这是一个位置很好的定位球的机会。直接选择了打门，还是进了。刚才我说这个位置这个定位球很危险，对方效力于比甲根特的洪轩熙，这脚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左脚队员，这样的话韩国队1-0领先中国队了。这个丢球呢还是有点早，而且呢这个球我们向前追溯，这个任意球给的不应该，训练都很难参与，所以说朱晨杰真的是哎呦又被断了，这个位置啊，对方又来了，两个人封堵不让他传起来，还是起来了，头球危险啊。这球韩佳琪是不是碰到了立功了，险些2-0了呀。这球就是咱们的进攻的时候，三中卫在控球的时候，韩国队先开始慢悠慢，然后突然节奏上来，他不光抢你持球人，就是你有可能接球的人，他这个阵型谁去上两侧拉开空间，一打一要快点，你要不然他就回来，你看他的前面选择了一个战术，有想法，这是给对方打反击的吗？要这是小心对方的反击。十七号宋明奎，这也是效力于全北的球员，这是球队全北的球员，小心后边，没问题，分到右路，这下分的比较清楚，往前插呀。王振奥同样效力于大连人，这下犯规了。刘洋来主罚，一个战术可以，看能不能传起来。比赛我们1-0赢球了，当时孙倩兰打进了唯一的进球，好球，不错，能不能分出来，漂亮，可以，能不能有射门，戴伟俊这脚没有打好，对，他这个球我感觉他是想往右脚去停，但是停完之后这个没有，咱们没有人在他的身后去接球，又丢了这个球。大身后，哎呦，这边现在是1-1，赶紧过来加他，别让一个人防了，传过来危险，这点2-0了，回来的太慢，韩佳琪很生气，他这球还是丢了。17号宋明奎2-0领先了，就是10号曹永旭送出的传中球，韩佳琪第一下应该还摸了一下，不禁念叨刚说的0-2比赛就很难踢了，这个球丢了。您和王振奥两个人，我觉着真的没必要，这个球王振奥没什么太大的作用，是这时候他你的前卫线回来太慢了，没有人包夹，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范展，这会儿呢我觉得场上队员的心态不要受影响，大家也不要彼此的指责。哎呦，这个球又被断了，你在后场一个5-2啊，这是他就两个人在抢你，
危险，危险！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后腰其实要再出问题，是不是也没得可换了？所以我们就说，你说这最终选人呢，就是杰维奇的时候，看他能不能给球队带来变化。换下，争取打他一个。来了，唐湘龙，右边。右哎，为什么往这儿给呀、啊？还有唐湘龙。机会，头球，还有，又顶到了立柱上啊！戴伟俊吧，这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这会儿要扳回一个下半场比赛可能。小心他的反击啊！先退，反击又来了，危险！韩佳琪出来了，关键。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就要对乌兹别克的半决赛。这脚球铲得漂亮。霍一鹏马上就把人给压过来，你看对方这个小危险，因为明显对这个就没有中卫，你非要还三中卫，对，缺什么来什么，这事儿就挺奇怪的。是，他这一侧的中前卫也会过去。哎呦，张威啊，下半场比赛出球能力不是一次了，应该是第二次了吧，短短时间之内，对方的孙铭奎出来了，球传大了，又来，早点出啊，自杀吗？这属于啊，又犯规了。上场比赛我们第一个丢球就是这个位置的垫步球啊，要小心啊。对方李刚仁应该是在场边准备登场了，李刚仁有脚定位球，是关键他不用李刚仁啊，生切，看这个速度太吓人了呀！还有，哎呦，堵门了，我们这真不容易，这是谁呀、啊？关键何雨鹏，这等于是进一个球了呀！这球不是他的话，这球就丢了。但是能明显感觉到，刚刚这三大主力一上来之后呢，进攻又加速。哎，方浩，别动他。出来混早晚要还，为什么所有人都在针对你，自己心里明白，对吧？啊，这球确实，方浩起身之后他这个定位球离球门有点太远了，哪里传的话守门员是吧，太要命了，德甲级别的球员，哎，封他左脚，封他左脚，李刚仁脚底太快了，但是郑优，李刚仁上场之后，郑优莹刘洋塞脚下，好球，不错，左路有人往前要，王昭的传中，他的左脚质量可以，刘尔凡没右步封中间，反击的机会，封后，跑，他有人往前跑，封后还在突，封后，给封错了，你看他封后，哎呦，刘洋这个球啊，太吓人了，我赢不了，我也得让你退层皮才可以，又犯规了。哎呀，一下没给出去啊，哇哦，对方还来了个马赛回旋，我的天，这球是给有力了吗？是有力了，包括韩国犯规了，哎呀，韩国比咱们人口少很多，但是我相信他挑选这些球员的时候，他的选材量可能不见得比，哎呦，哨没响就得继续抢啊，好球。